大家好，我是李老师。今天李老师要给大家介绍一个有趣的词语，宅。宅这个字本来的意思是房子，住所是名词。现在人们喜欢用它来表示 stay at home 或 stay inside some building 的意思，是动词。它的用法是宅在 some place， 比如周末我都喜欢宅在家里不出门。那些喜欢宅在家里不出门的男生和女生，我们就叫他们宅男和宅女。现在 coronavirus 这么严重，宅在家里不出门才是最安全的，你说对吗？好，今天的有趣词语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，你学会了吗？再见。